里。只有这个方向的才有泳池，另外一个方向没有泳池。新加坡寸土寸金，抬头看到的住宅大楼大多是政府组屋，像这样的独栋住宅只有5%。那么那天带顾客来看房子的时候，我就来讲解有关这个房子哪里好什么。当下我当我在讲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适合我。燕燕自己是房仲，本来要帮客户卖这栋房，结果越看越喜欢，干脆自己买下来。我们一直都是住政府组屋，然后我自己买的他们都觉得太小，因为我的能力范围内就是能最大的也还是太小呀，所以当我买到这个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终于能提供给他们一人自己的一个空间啊，不然每个人都很压迫啊，就大家在自己就有时吵架没有地方躲，有没有？燕燕说出许多新加坡人的心声，一家子人有老有小，住在30坪不到的祖屋，压迫感特别重。搬进现在这间独栋住宅，若加上地下室的空间，一共4层楼，总面积将近320坪，住的是更舒适了。不过房贷压力可不轻，我的负担是非常的高，因为我单亲嘛，一个人啊，供这个房子，再加上我的年龄啊，所以我每个月都供款差不多2万。那你的收入可以搭配这些，对，所以我非常努力做工。为了梦想扛下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不过精通房市的燕燕当然知道，她赌这一把是有十足把握的。你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买了多少钱？我比较好奇。358万，358万呀，对，新币。你买这房子买了多久？一年。那它有涨价？有涨了。一年多涨了多少？我觉得有100万。就算有政府的调控，新加坡的房价还是年年攀升。不止有地住宅，就连公寓也是如此。来，稍等，进来看一下。全新的，那还没有装。刚刚交屋不到一年，私人开发商盖的公寓比起传统祖屋更现代舒适，新建筑流行用落地窗，高楼楼层景观更具吸引力，也让空间有放大效果。30坪大小，3房2厅2卫的格局，我们好奇地问了问价格。这间如果现在买的话，要至少新加坡320万。这间对，因为它地点很好。将近台币8000万，我们不敢置信的一再确认。新加坡的房价从2020年开始急速飙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刚刚落成的社区，30坪左右的公寓，在3年前预售的时候下定只要280万，现在交屋不到一年已经涨到320万，等于说买主一拿到房子就现赚40万新币，而现在整个社区600多户早就已经销售一空。新加坡房市会被炒得如此火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移居新加坡的外国富豪投资房产，砸钱不手软。以这个新社区为例，超过20%的买主就是外国移民，逼得政府祭出更严格的打房手段。去年啊，就是2023年6月，4月后呢，外国人买是60%的额外的印花税，不要给外国人炒楼房，对对，政府是要我们房价慢慢上，就是看我们这样上，他不要我们这样。外国富豪投资住宅被政府盯上，只好收手转移目标。藏身在高耸现代摩天大楼之间无法改建的新加坡街屋，就成了令人咋舌的火热商品。只有2-3层楼高的街屋大多是殖民时代的建筑，因为被列为古迹，不但不能修建，还只能做商业用途，而他们的身价是在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中最高的。最近有跌嘞，有跌，所以这种的话有可能，因为3层楼嘛，3层楼大概2700万，2800万，要看里面的装修哦。3层楼古迹，将近台币7亿的街屋，到底有何魅力？因为这边是叫保留区啦，然后因为这一带呢，如果做餐馆的话，这边很多米其林的餐馆，所以那有那个人潮过来，所以比如这边楼下的店面啦，第一楼啦，他们租金有可能要2万多到3万。物以稀为贵，数量有限的街屋也成了不少名人投资标的。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妻子就砸了台币将近11亿买了三栋建物。新加坡不止房价飙涨，车价也贵得吓人，主要是因为政府提出2030少车愿景，动涨汽车怎么样？以前呢，我们的政策是每一年的汽车的增长率是3%，后来他们逐步的减少到零，等于说你杀掉一辆车，废掉一辆车啊，才转成一张用车证。在新加坡要能开车上路，除了买车，还得竞标用车证。只是车辆成长率归零的结果，就是用车证抢得凶，竞标价格不断创新高。去年的时候年底是最高峰哟，我们的豪华车涨到115万新币。15万新币，它不是车，它不是车价，用车证而已。还有那小型的是涨到106000，就是小型的10.6万，还有那个商用车也涨到9万多。天价的拥车证，可别以为就能把车用到天荒地老，它的期限只有10年，车子就得淘汰，让市井小民宁可改搭公共运输或是计程车。看似政府达到了目的，但是回头瞧瞧新加坡街头，豪车还是满街跑，富豪的口袋深不见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保时捷凯宴 e-Hybrid 在台湾的售价大约是500万到600万左右新台币，但是在新加坡呢，它的出厂价格大概是12万新币，但是再加上了一堆税收和用车证之后，最后的价格是60万新币，换算成台币大约是将近1500万。新加坡政府严格管控车辆，除了因为国土面积小，也是为了永续规划，逐年淘汰燃油车。只是当新加坡进入房价车价飙涨的年代，会不会只剩下富豪能够享受直达目的地更舒适便利的城市空间了呢？滨海湾区跨国银行总部毗邻而居，金融大楼一栋比一栋高。新加坡的金融地位不仅成为亚洲雄狮，更傲视全球。根据2024年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新加坡不仅在亚洲城市中排名第一，在全世界121个金融城市里也抢占第3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而台北全球排名却只有73。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不稳定，造成资金无路可逃。你说欧美国家哪一个地方是值得把钱汇过去的地方？第二点，香港最近的不稳定，造成资金也不敢留在香港。再来，第三点，新加坡这几年它的政治经济都处于一个相当平稳的状态，所以以整个地缘政治来讲，是不是新加坡是一个最好放钱、存钱的地方呢？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模糊外交政策成了吸引富豪的原因之一。过去不管是马习会或是川普金正恩的世纪会面，新加坡都是东道主，在全球地缘冲突升温的年代展现出十足弹性的外交手腕。台湾的也有，对啊，所以也主要是也是可能一方面也是可能担心台海的这个紧张的关系，所以就是要考虑到这方面的传承了。新加坡当地媒体报道，台湾富豪把钱转进新加坡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根据伦敦移民公司发布的私人财富移民报告，台湾在2024年将流失400名百万美元身价的富豪，而新加坡则会有3500名百万美元富豪从世界各地流入。他也是很刻意的把自己打成一个金融中心，那在这方面的话，可能也有他的优势。地理环境呢，看他能处于在这个东南亚的正中央，从新加坡去某一个东盟的国家都非常方便。当各国资金在寻找安稳避风港的同时，新加坡政府早在2020年开始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政策。而所谓的家族办公室，最早起源于美国，是为高净值富豪个人或家族提供投资及财务管理服务的机构。
随着金融地位提升以及企业投资的低税率，让全球富豪纷纷看上新加坡。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从2020年的400家成长到2024年的1400家。最出名的就是日本的 Donkey、啊、是你们台湾是叫着唐吉诃啊，其实在现在他们的这个百货已经开遍亚洲各地，但是他们的总部现在就设在新加坡，而且是一个加办一个成功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大家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就是 Dyson， 那他们就是曾经也把他们一部分的厂跟总部移来新加坡。唐吉诃的创办人安田隆夫年轻时工作失意，靠着打麻将起家，存了一笔资金开了小杂货店，就是 Donkey 的前身。而 Dyson 创办人 James Dyson 热爱发明，他也曾经失业长达5年没有工作，在这段空窗期里，他做了超过5000次的实验，才发明了现在为人熟知的招牌吸尘器。两人都是从事业谷底翻身，成为世界富豪，但大笔资产如何规划，他们都想到了新加坡。要在新加坡申请家族办公室，至少要有新币1000万，相当于台币2亿5000万的基本门槛。两年内还要把资产规模提升到新币2000万。不过当地盈利事业所得税只有17%，加上没有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对许多富人来说极具吸引力。当然，新加坡政府也不会吃亏。要有一名新加坡专业人士来帮你在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做专业的这个指导。再来呢，就是你的投资额，你投资额的最少10%，或者是说1000万的新币，最少都要在当地做投资。然后再来，也就是说，一年你的家族办公室最少都要有20万新加坡币的花费。用外来的家族办公室带动新加坡的就业、投资和消费，新加坡政府算盘打得精。不过百密还是有一疏。2023年8月，新加坡破获史上最大洗钱案，牵涉金额高达30亿新币，折合台币约735亿。被逮捕的10名男女，全部原籍福建，分别利用不同国家护照到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透过购买房产、名车和奢侈品进行洗钱。福建帮事件爆发之后，新加坡政府对于家族办公室设置的条件就变得更加严格许多。而根据了解呢，在过去几年，福建帮洗钱最常用的工具就是动辄百万、千万的精品名表。福建帮洗黑钱，让新加坡政府一度紧缩加办的申请，条件也变得更加严格。正在申请的加办，如果是中国人，的申请人的话，那个批准的时间就变成很缓慢，那也导致最近一些这些人等不及了了，他们就转移，把这个加办就是移到去香港去申请。福建帮事件为新加坡披上一层富人洗钱天堂的外衣，为了洗刷这负面印象，新加坡政府重新出台加办设置条件，想要把钱转移到新加坡，得证明资金来源是干净透明，否则就可能被拒之门外。新加坡整体的金融条件并没有因为福建帮事件而减损，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又没有地缘冲突干扰，让新加坡有足够底气吸纳来自全世界的资金。